小伙伴们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那就是新的宠物，也是巴拉小魔仙联动宠物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要吗？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转发，等着皮肤上架，我就会从评论区抓我们的小粉粉帮他盘。我们看到美琪、美雪和小兰的旁边都有一个小跟班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小卷、花生和小麦。但是，小伙伴们，我和学姐发现，好像我们的游乐王子他没有宠物，那他的宠物究竟去了哪里？在家园中，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宠物，但这些宠物看样子都不像是游乐王子的宠物，毕竟他是魔仙堡女王的儿子，宠物自然很炫酷。我们可以看到小兰的宠物小麦有三种形态，第三个形态是一只小狗狗，而美雪的宠物叫小卷，它的第三个形态是一只小兔子。美琪的宠物名字叫花生，它的第三个形态是一只袋鼠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这三款皮肤你喜欢谁呢？